条我的母地素丸，伊哪会安尼啊？我出车祸了，有人无？紧救我！有人无？原来因出车祸，我是不是应该去找人来斗相共啊？我袂帮保庆一个人孤孤单单踮一个世间，我一定会予伊甲恁阿爸母同齐行有怎咯？一百苦苦告别。是你最爱的情人，我也要让他知道这种痛苦的滋味。妈，妈，我肯定你不喜欢，你有看到吗？罗先生，啊，你敢会记得你那个朋友是伫个倒位出社会？你记得这么好，应该会记啦吼。当然嘛会记得啊，啊，就伫东北角的滨海公路啊，住着会馆哦，伊那咧跋落海，啊，一条路我是安尼来来回回过了百届哦。就是讲啦，你即摆带我去啦，我嘛会当清清楚楚甲你讲，我伊跋落海的地点啦。滨海公路，确实是我当当年甲素安小姐送入海底的所在，所以迄个朋友真正啊，胡林生到这么高，会乎你认袂出来？我真好奇呢，啊，伊敢有相片啊？哎，你嘛足奇怪呢，啊，你甲会馆也无熟识啊，你问他你坐要从啥啊？啊！你看看，不是看那咧足够的款三姑六婆啊，那那那这样八卦你。爸，上当诶，是嘞嘞，阮大官不是超工要麻烦你的啦。哎呦，你即卖情绪哦，拢咧天天天天偷偷，啊有当时啊做热情诶，有当时啊对人又搁做封闭诶，所以你们话话听就是吗？我只是感觉真奇怪啊。啊！去见这个丁小姐，只是失踪了，谁那罗先生会认为是啊？啊！真该有找因母仔，真久一段时间了，才死心的啦。也毋过，生爱见人，死爱见尸，敢毋是？无咧卡，因阁活了好好啊。是啊，是啊，伊还阁活了好好啊，伊在遮。秦客，你莫跟我白讲啊！安尼我足困扰的呢。中等的，过去的代志都可以过去啊。老先生，即马已经是有醒觉，伊人已经无清醒啊。你故意甲伊咬伊的空嘴，安尼对伊来讲是足残忍的。
等下，我确定钟雪清对胡林来到家，要唔过我唔确定因敢有见着面。我知。奈韩头仔起码伫个，但伊个当红个，敢会伫遐咧话袂讲话，我从实间去怀疑啊。歹势啦，我这人就是有问题，就想要问到底。啊，既然罗先生会认唔着人，迄就代表讲胡林甲迄个丁小姐真正认识。胡林，安尼厨房个油烟对你来讲拢无影响啊？什么意思？金玉公，你对香氛真坚持。啊，既然你有心打入这香氛世界，啊，你应该袂去吸到油烟啦。因为油烟会去影响到你对旁边的敏感度。但不过你说这么爱煮食，而且你的手路连罗先生拢学了，甲伊搭者，安尼你无感觉正常？罗相片啊，哪会冲突啦？是啦，就是靠味觉啊，搁有嗅觉啊。啊，你毋是伫个迄个车祸失去对平旁边的天分啊？啊，你来遮尔啊，介意煮食？我煮食的后遗症，就是失去记忆，啊，搁有失去对旁边的敏感度。啊，为了要转移我的悲伤，所以我只好另外去找兴趣，再开始学煮食。后来，才学煮兴趣。我渐渐加出对车祸的创伤，啊！我若是无安尼做，刚刚啊，我逐天咪伫厝诶，活伫痛苦当中。所以连你家己拢无感觉真奇怪，一场车祸，互你对油烟遮尔啊敏感，要毋过你对你上爱香氛煞无感觉。蒋大来，敢要听下看卖我的解读？在人生种种，常常有无多两全其美的遗憾啦。死亡在当年，经历了遐大个创伤，大难不死。虽然去人判断讲失去了伊上珍贵的天分，啊，不过煞找到会当安慰心灵的另外一条路。这就当证明讲，伊个人毋是一个平凡的人。其实。我一直都认为讲，是因为阮个爱车哦，真完美啊，所以寒天拢在怨倒伊啦。万当诶，你真正是重新磨人呢。连胡林都有这么大的人生关卡，你都会当用这种充满爱的解释啊。当然啊。我一直认为讲，我是全世界上幸运的查甫人，唔只会当娶到这么温柔、美丽、够天分的查甫。当你会当甲救我，我会阁倒来我的身躯边，我都会感觉真满足啊。所以这几年来哦，温太太一直拢真美手，过着平凡的日子啦。啊，甘愿每日在灶脚内底去研究，会当。讨好我北顿的料理，都是希望能够变成我天愿度的目标啊！当年那场车祸，无人安算会着啦，阿妈因为那场悲剧，造成真侪人的痛苦。说完，伊是因为我鼓励才开始学料理的，阿爷心是真无敢当才当平静落来，所以我希望蒋董的。你唔通因为一时的好奇去提起，安尼是会造成真侪人过一摆伤害。万当诶，是嘞啦，啊我拄则吼可能去受到胡林啊，佮有罗先生真受伤的影响，啊我的分寸吼无聊好，假使互你感觉无爽快所在，我心心是应该谢谢。啊，你着明知啊，将索轻的底。啊，搁甲罗在兴讲到迄场车祸，讲到嘴甲全破，啊，搁去讲到丁慧官啦。那毋是我及时看到位，去转移江淑清的注意哦。伊敢会去想到这丁慧官甲素媛这两个人的关系？我敢有讲到重点？我毋是头壳乱掉，还是我先啊？
我哪有可能自己提针去突破你奔三十六年的家规？免在那坐一下，我再给我考试吧。那生完因爸会派钟少卿来监视咱哦，伊都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。伊哦，一定是陈便便来的。啊，你想要骗伊，无遐尼简单啦。啊，若无伊嘛袂至于讲你去靠赵家有影的代志，因为伊知影讲是安怎受完完全袂晓煮食的原因，都是因为鼻仔伤过敏感。这嘛是我之前叫你卖入去赵家的原因。啊，煮食原本就是我的兴趣啊，你袂遐尼阿爸。你夺走我的人生，佮想要控制我的一切。即马是宋文豹要来调查呢。今日若毋是我个囡仔来甲我讲，你叫钟雪娟咧对袂哦，我咪哪有可能甲我讲到一半先等迄不管去替你解围啊？你即马哦，恐吓早都去发现你是假的。借问个哦，即马是彭生的好气，你好意思怪我？若毋是你甲不管的我，掠来代替第数完，咱今日敢有需要？呀呀，无得光明正大啊！我是欠你连累，好不好？我为着要保你平安，该当解除债务危机的机会，拢杀掉，看伊救你呢？你无感恩就存愈衰，到底怎个搁轻恩哦？莫讲我干哪哦，你我还要见我，对我话真轻蔑重啦。陈素媛那是气甲，伊嘛会气甲。陈素媛那是死，伊嘛变想要活。你讲是陈素媛伊爸爸？对你纠缠，我对素媛是真心真意的。你是真心真意，惊因老爸要拖你的性命。莫怪，莫怪你规工咧跟我相对呛，你都是有尊尊，我唔敢对你动手心。无唔对，我就是靠势。迄个张叔肯对你来讲哦，就敢若死神同款，啊，不过对我来讲，伊就敢若是我的 bodyguard， 有一点好来当永保安康。你别少想啦，伊会保护你上主要的原因是，你唔多爱是无辜的，啊，不过你早就知影你家是死阿货，佮霸占素媛的身份。算起来，你嘛无算是无辜的，咱两个哦是露水白白沉啦。莫讲我警告你，素媛伊爸是吃头啉墨水的，伊的手段哦是比我粗残几啊万倍。死到你安怎死的，我保证，你绝对是安生袂着。安怎？即马？感觉要坚持家己的想法，来啦！你家会较易联络，洪秋山肯咯，会当较早完成我丈人交代的任务。那咧，咱两个就会当共年共月共日时，做下去苏州做袂暗红的生意啦。我这世人莫名其妙跟你这变态把做伙，就已经够衰啊！做鬼阁唔肯放我耍。我就无爱。你若是无想要跟我继续做鬼王阿婆，都较甘愿的啦。好啦好啦，以后我会较注意的，较细腻的。万有迄个钟雪清发现我唔是真正的第数员，安尼总会用的吧？虽然讲哦，你甲我拢无缘啊，不过即摆咱两个的命运是，阮姑啊拄到大巴肚两家麻牙吧，咱唔得共同去想办法，先甲这个危机度过再讲啦。